小时吧，着急紧张，因为这东西看着这个活呀，就一听说这个情况就特别着急。衣服现在是湿透了，都湿透了，全湿透了。上游继续泄洪啊，不定时的泄洪，抢险作业还要继续，出动了这200名官兵，一直是在连轴转。现在已经将这个大概400余名群众成功疏散。吃的喝的还缺不缺？都补全了，吃的喝的都有。有不少老人里边，不是你背得出来的。安置了127人60户，大家的情绪是非常稳定。作为一个青年，然后能参与到咱们这个整个北京市的一个防洪抗汛的这么一个工作中，也是感觉挺骄傲的。这一车装十桶水，别的就去拉井啊，这个水车就24小时在这儿。我们刚才已经看到有救援力量将捐赠的物资搬运到了站台前，一会儿的话，这些物资将会跟随列车一起前往受灾的一线。